台中所举办的全国灯会哦，我们号召了78个志愿性团体，总共有5000多位志工哈、哦，来担任我们就是灯会的服务。那我们也提出说，我们期待打造台中成为台湾的志工首都啊，会建立志工银行的一个制度哈、哦。那这个是一个最好的开始，还有其台中未来也会办2018的国际花博，2019的东亚青年运动会。那我们希望让台中哈、哦、的整个志工的这个活动，可以因为这些国际性的这个活动哈、哦，能够带动起来。那么志工是永远不够的哈、哦，我们希望台中有更多的志工。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志工银行的制度哈、哦，能够平常就能够主训，啊，能够让这些志工能够提升素质。那按照我们在办的活动里面，他们可以分门别的来奉献，从这个助人当中哈、哦、得到快乐。现在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呢，协助这一次台中灯会乌日灯区的志工能力，每天总共有35个人次，负责了5个灯区的服务台，所以总人数超过300人次。啊，台中市政府这一次办理台湾灯会的志工，那我们岭东科技大学一共派出了771位志工同学，然后参与这次乌日灯区的志工活动，也可以趁着这一次活动，同学也可以学习到一些这个活动的办理或者一些服务，从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一些社会关怀的一些精神。我们应该会有二十几位来帮忙。可以帮助翻译，也帮助这些外国的朋友，如果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去观光，他们就可以帮助他们了解。那另外教会这边大概还有100多位教友会来参与。对，我们觉得很荣幸可以参加这个活动。志气高扬，台中会扬，比一个赞，比一个赞，看着我们的镜头。好嘞，我们自己婆乡讲的一下好不好？加油，辛苦了，辛苦。